养巨龟和马尔济斯的区别。巨龟给一颗球就行。他已经太激动了。坐。一整个兴奋面具，拉臭臭也要看着球。好恶心！哎，太胖。你扔了吗？哇，接住了呀！有的狗血里有风。主打一个永不停歇。马尔济斯打滚，打滚，打滚。看到人和狗就要冲过去搜索，把人家的和平散步局搅和个稀巴烂。Daisy 是个社恐。碰一下就赶紧跑回来。喵喵，看，一开始还能叫回来，又去了。喵喵，搜搜快，一整个要给人家气死，叫不回来要老爸出马了。喵喵，看呗。看他这臭不要脸的死样子。不是，他知道他那个摔。等一下，罗维娜的嘴根本就控制不住。不是，他知道那个罗维娜摔着，你知道，他就一直要气。你怎么这么讨厌？就要叫不回来你。贱嗖！看完你是想养巨龟还是马尔济斯？